初次以法无奈智，执住法自性，亦无奈智，执住法的生灭，此无奈智，难立一切法不断说。要说无奈智，随所难立，不可坏无边说。九地菩萨呀，以法义词要说。那么以法以义以词以要说，但是呢，这是以无奈智慧说的。为一切法同是一个无性的，以无性为自性，这是无奈。无奈啊，法就指一切事事物物了，都叫法。这个法呢，是菩萨所证得的。证得什么法呢？无奈自法。证得无奈智慧了，知道一切所有的法没有自己的体性的。因为以无性为自性，这叫法无奈智。知道以无奈智知道一切法没有自性的。依法就包括一切种种色色，他没有自己的体现，这是知道法。法的含义呢是什么呢？法的含义，一切法单有言说，都无实义，就是一切法都是生灭相，就是生灭相。说法，法必得有个义道理，指法一定含着有义，法必具义。九地菩萨他对这个他得的无奈智，对于法对于义，他知道诸法都是生灭的，同是一个相。什么相呢？生灭相。那观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生灭的，这就法的含义。知道诸法都是生灭的，词，词就是语言啊，言辞啊，言辞。用语言，用言辞表现法的生灭相。表现法的什么样？那法所含都是生命相。那九地菩萨知道法所含的意都是生命相，为众生演说生命相。此无奈智呢，难立一切法不断，不断啊。此是言辞了啊，语言言辞。要不说它就断了，说就不断。说佛法要没人说就断了，有说就不断。这个含义就是说，例如咱们大藏经好多部经，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连藏经里的所有的经的名词啊都不知道了，没人说。那么所知道的就是华严法华呀，楞严呐，楞伽呀，阿弥陀经啊，般若波罗蜜经啊，这是用常说的，说就不断，不言说就断。说在无奈智难立一切法
永远不断，就靠说，就靠词。你看言辞，乐说，乐说无奈字，乐说无奈字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法都是假名的，难立的，不坏假名，而难立一切，对，这个含义，嗯，是吧？不坏一切法的假名，嗯，嗯，而且常识入世言说，嗯，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法义慈乐，法义慈乐，嗯，要他的性和他的相，着入世说。夫子以法无奈字，以义无奈字，持无奈字，乐说无奈字，这就是分别法的义。以法无奈字，指现在法的差别；以义的无奈字，指过去、现在、未来法的差别。言说的持的无奈字，与去来今法无错谬；乐说无奈字，与一次无边法明了说。说一切法经过过去、现在、未来三次，在法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这是在法的义理啊，义理。那么现在有这些法的差别，那么直到现在，只是说现在啊，现在一些法的差别相，就是一切法的升起。依法的消灭是原生的，现在的法是过去的结果，是未来法的因，这叫法的差别。说现世的法各个法不同，一个时期的一个时期的法不同，都九地菩萨都能够明了，因为他证得了无奈字，但是这个含义呢，就是义无奈字是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就是指现在的法的差别，指过去的法的差别，指去来现今的过去、现在的所有诸法，用这个言辞把它表现出来，没有错谬的，而且在无边法之中常识言说，使得不断，这就是法义词要说，用三四来分别，三四来分别，一个说的形象，现在法生的都有些现在法义的形象，那未生以前的形象是什么也能说，乃至现在法灭了以后是什么样子也能说，这就是过去现来三字法一一都能明了说，而说的时候包括法的义、法的词说、言辞说法，要说无尽啊。是九地菩萨善说一切法要，对，在这个金刚藏菩萨说，像这个就是法义词要说，以这个说一次就可以了，不，重重复复一直说到法义词无乐说，那这个跟前头所说的，咱们最初开始的时候要说这段经文的时候，开始说都是这个法义词要说，内容寥寥有差别，寥寥有差别，就是菩萨以无奈智慧善能解说，
咱们说一件事儿，只说这一件事儿。人有时候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你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未来，你就说不清楚了。说是要在词义上，此言辞不同，义理含着不同，每一件事都有一件的道理。所以才入世说的很多很多，一直到下文都是法义词物要说四种，但是你掌握这个就行了，它的内容料有差别。那这一段就说三四，三四的法义是什么？就是现在法的差别，未来法的差别，乃至于现在、过去、未来三四法的差别，菩萨无边说，这有三四来分别的法，法里所含的义，词里说的言辞了，料说的没有疲倦的时候啊，就是说的都是法和义，言辞不同了，要说的情况也不同了。而法一切法的形象，过去现在的事物不同了，名词也不同了，言辞也不同了，就是我们现生当中，我小时候的时候啊，咱把它分成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完全不同了，就这么现实生活当中，这一百年之内，法也不同了，过去没有，现在有了，未来是不是还有？不见得有，它消失了。现在的事物，过去没有，那现在有了，现在有了是跟过去没因缘吗？有，是在前的基础上发展的。菩萨的无奈智慧，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生老病死，过去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恐怕是不会变的吧，也是生老病死。但是在生老病死的当中的客观的现实的法，那起大变化了。过去一百年前有这么多医院吗？没有。有这么多药物吗？没有。有这么多病字名词吗？没有。现在不懂得什么叫癌症，现在知道了，癌字病，过去哪听说这么个名词啊，也没人得这种病。过去男的跟男的结婚，有这些事儿吗？听到说过吗？女的跟女的结婚，男的跟男的结婚，一切事物的不同，所以法也不同。但是九地菩萨不论经过多少世的，他的智慧无奈字的，说无奈字一点障碍没有，他智慧一点障碍没有，什么都知道。我们要不知道就有障碍了。他知道现在的法的差别，也知道过去未来法的差别。他在解说的方式不同了，词言辞就不同了。那现在的言辞跟过去的言辞不一样，不一样，语言呐、用语啊、词句啊不同了。但是要说不论什么时代，只要不离开名，一切法都有一个名，标题了、分类了，这叫名。它的运动相不一样，运动形象。佛菩萨都能入实说没有无谬。夫子以法无奈字，
执法差别，亦无差，亦无，亦无奈字，只一差别，此无奈字，随其言人说，若说无奈字，随其心上说。嗯，而在大乘经，在一切经典里面所说的，所显示的一切法，九地菩萨以他无奈之慧，知道这个法的生长中间的变化，未来的结果，也知道道理的差别，为什么？经过100年前，谁知道有原子弹呢？这个名词也没有。不但没这个名词，也没这个，没这个名词就没这个道理。有个标签，有个名号，就有它道理。过去的战争有飞机吗？没有。他举这个例来说了。现在一切法的变化，一切法的名词含着必定有一定的义理。菩萨在演说当中、教化众生当中，他都能知道。而且要说无奈，要说无奈，随即心乐。现在很多事物还没有发明出来，等着九地菩萨来说呢。现在的飞机经常发生这样子，空中失迷，突然间飞机在空中飞的时候，地下联系的没有了，失踪了，这架飞机不哪儿去了。隔了20分钟，它又在原地原处出现了。赶降落的时候，每个人的手表停了20分钟，你没出事啊，还就叫了，就是也没误点，2点钟落还是2点钟落，他空中停了，表也不走了，静止了。最近我昨天才看到报的这段，大概有这么10-20件吧，不止飞机，轮船突然间在海里停下来了，也不动了，静止状态，一切都静止了，完了又开始动。我们现在世界科学家研究这个原因，时空，时空的变异。大概昨天当代有10-20件这些事儿吧，也有飞机的，也有火车，也有行动当中，突然这个人走走路停下来了，也没前进也没后退，那停下来了就是时间就错了。哎，时间还没错，什么道理研究不出来。现在很多世界上怪事儿，那么怎么样呢？不知道就要怪吧。时间跟空间混淆了，人地人地事物时间全变化了，为什么？不知道，没这个智慧，没这智慧。那未来呢？还能发生很多变化，像这种事儿在过去是没有的。要300年前跟他说飞机，他知道吗？没有。那第九地的菩萨以他无奈智慧，一切法都能知道，也能知道他的名义。佛是法无奈字，以法字之差别不异。他跟我讲，他刚才讲的差不多，差别就是不同了吗？差别就是义了吗？说境界啊，不义，
就咱们经常说的了，我说真的是假，假的是真。就像生灭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即是生灭，死即是生，生即是死。但是这是说体呀、啊，这咱们讲嘛，讲体相用，在体上以这个智慧之道，以法无奈的之道，在体没有差别的，在四有差别的，而四跟理合了，四能显理，理能成四，差别不异。但是四还是四，理还是理啊，怎么能说没差别呢？呀，啊，男的就是女的，女的就是男的。说话可以这样说了，道理上冲不过去的了。说老的就是小的，小的就是老的，嗯，这不就颠倒吗？在菩萨的无奈智慧，现在的时间相，你菩萨无奈智慧，嗯，知道它的差别，的差别，嗯，像现在过去想这种事是没有的。那现在有这些事儿了，现在社会上很多的现象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就不知道。那要以我们这个死无奈的九地菩萨，那他就都知道了，因为他说嘛，他以无奈的智慧知道一些法的差别，差别就是没差别，没差别就是差别，这种含义。它含的义理呢？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说差别入实啊，它的义理呀、啊，它以无奈智慧说差别在性上说没有差别啊，差别是相啊，差别是相，嗯。例如我们说空中飞机突然间静止下来了，静止是不动了，隔了这么一二十分钟它又动了，底下地下的岩石又显现了，到地下呢时间还没错，问题就在这时间没错，明明的感觉停下来了，地下也失踪了，我说它落地了呢，时间没错，但是这个表错了二十分钟，每个人说着乘驾飞机的表差了二十分钟，这是现实的事啊，现实的事儿。怎么来解答？那飞机在空中它停，就失事了，怎么能飞机在空中定下来不动了？像这种道理还说不清楚了，说不清楚了，现在在研究。菩萨他从他道理上讲他是说得清楚的，说清楚的，说什么呢？时无定体，时间没有个绝对标准，事物嘛，是不是变化的，以什么来立呢？以法力，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法，以法力，法是心，这个法就是心，也说一切样，同时在法华经上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每一法都住在本位上，不会错乱的，所以世间相，世间相是变化的，是坏相啊，他常住常识这样子，所以言辞也是以四字差别说啊，言辞无奈呢是以四字差别，随顺世间，
菩萨的无奈智随顺世间，若是无奈，以那个菩萨第九的菩萨，他从他那个根本智慧升起善巧方便了，怎么知道第七地的菩萨就修专修善巧方便了，他成就方便了。他所观的、所取的，立一切法诸类的，一切法入是观，一个观如，一个观是，一切法入是。观如之根本字，观是的时候是差别后得字，方便三巧。第九的菩萨都具足，都具足。所以以法无奈智，知一切相不坏，知以诸法一相不坏，诸法不坏。意思怎么写着呢？一切法无我，我没有一切法无我。如果知道说，我知道一切法无我，我证得了一切法无我，这样来解释说一切法不坏，一切法有能有所，有能有所，一法有能有所是现象，体上没有，一体之中没有我，没有我你，那有我也可以，那没有我也可以，为什么不坏呢？无我故不坏。因为我知道没有我，我证得了一切法没有我，坏呢还是无我？那有什么坏？有什么一切法无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说了，说菩萨的无奈智啊，他能够了解到，了解到，这就法一切法不坏，一法不坏，这五蕴、十八界、六处、十谛、十二缘起。对这一切法他能善巧而知，善巧方便而知，说迷了五蕴了，有执着了，执着举起有个我，五蕴是我，这个不可靠的，那五蕴分了，分离了我不就没有了吗？但是这是四谛法，四间相，世间上理，只举这么个例吧，入世理解的一切法都入世，都入世，佛是法无奈智，指一切亦成平等性，亦无奈智，指住成差别性，持无奈智，说亦成无差别。乐说无奈智，说意义成无边法。这四句，这四句呢，就是菩萨九地菩萨的说法的时候，以无奈智法说到意义成法，意义成就威业，就这么《法华经》讲啊，唯此一事时，余二载非真，这叫做意义成法，唯这么一个事实。观的没有一不观别处，只观一事实。那为什么又有三乘的根界，又有凡夫，又有六道，又有这种种种种相吧？那是在体上而生的相不同，各有各的根性。那随着个性而说的。
那就是铸成差别相，含着中间含在里里，性跟相不同，相即是性，又是同的，嗯，那么烦恼相，凡夫的相，解脱相，圣人的相，嗯，那么要一层的究竟一层了一相，啊，小中大三层的相，这些种种相，怎么会是同的呢？那么相即是性而生起的，性能融合相，相依性起，性立相民，立性了相就没有了。说出相的时候，性隐含在相的中，如是巧妙善说，会比三乘，把它同归于一时境界，三乘同归一时境界。说经上说，经上说啊，舍利弗当知，诸佛语无异，与佛所说法，当生大心力。四尊发久，四尊发久后，要当入实说。告诸声闻众，即求圆觉者，我今托苦法，见得涅槃者，佛以方便力，四现说三乘。众生起处作，引令令得处。嗯，这个是说第一经云。清凉国师引着第一经云，引着这么一段，嗯，是吧？性跟相，性跟相，观一切相的时候，观的时候，你这个就是一个观，观照了，观照了。知此一事时，于二则非真，就是观一成不变的意思。嗯，但是性相不同。三乘各有各的差异，嗯，那菩萨的无奈字都能了解，要了解，嗯，三乘的解脱相跟一乘的解脱相，所以说一乘无边法，无边法，嗯，佛是法无奈字，这些菩萨行、智行、法行。智随灯亦无奈字，只实地分位亦差别，此无奈字。说地道无差别相，若说无奈字，说一一地无边形象。这个经文跟前头料有不同啊，其实还是一样的，不过经文上的也变一下。嗯，变一下啊，说指菩萨一切菩萨行，说这个说法无奈字的时候，什么是法无奈字？嗯，指一切菩萨行，一切自行，一切法行，指正自随正行，亦无奈字。啊，指于实地分为差别。嗯，此无奈字，说地道无差别相。若说无奈字，说一一地无边形象，分别说的，分别说的啊。而法无奈字呢，就知道一些菩萨行，菩萨行的时候，什么是菩萨的自行，什么是菩萨的法行，什么是菩萨自随正，自己是正，正的时候，他所含的义理是无奈的，无奈的啊。这个说无奈字法的什么法，就是菩萨法，法无奈字，这个无奈字是指菩萨法说的，不是普遍说的。这菩萨法的无奈字，指一些菩萨行，
职业菩萨的智行，职业菩萨的法行，职业菩萨智慧随正行。菩萨的义无乃至法义啊，法义说义，说实地分位差别，得专限定，说这个义无乃至专说的实地，每一地从初地到实地，每一地每一位他所证的智，智所断的惑，演说都是这些个道理。此物乃至就言辞了，说地道无差别相，每一地所修的菩提道各个不同，初地不第二地是啊，反正前地不知后地是，后地能知道前者，前者不能知道后者，这专说地上的菩萨啊，这个以下变就是变到菩萨专说地上的事业。若说无奈，就说是乐说的也是，从初地到实地，一一地无边的形象。佛是法无奈字，直接入了一念成正觉。义无乃至指种种时种种处等各差别，此无乃至说成正觉的差别。要说无乃至以欲尽法无量劫说不尽。第九地菩萨能演说如来的一切法义，直到一切诸佛是一念成正觉，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说那一念顿成正觉，这我们禅宗所开悟的，机缘契合了，一念当下就证得。但是有究竟，有不究竟的。菩萨所说的义理无乃至，指种种时、种种处、各个差别，就是时间、地点、条件、人、人地事物时，这几种菩萨他的义无奈的智慧都能知道，都知道这个时间发生这个事儿什么原因，这是道理啊，就是义理呀、啊，义理。说这个时间他成了，这个时间众生堕落了，都是什么道理？举这么多例说吧。同时呢，诸佛菩萨专指诸佛，这个就专指诸佛。诸佛所有立生的事业，为什么在这时候成正觉？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众生得利益？是种种的因缘，那么九地菩萨都能演说，都能演说。此无奈，言辞显示佛成正觉的一切差别的形象因缘。若说无奈字，以一句法无量劫说不尽，言说不尽吧，说一个道理，一个道理，说一句话，说无量劫都说不完，是乐说。佛是法无乃至，指一切如来语，力无所谓，不共佛法。大慈大悲，辩才方便，转法轮，一切字字随灯，一切字字随正，义无乃至，
只如来虽八万四千众生心性根界差别因生，此物乃至随界众生行以如来因生差别说，若说无乃至随众生的心结以如来自清净行圆满。就是说以法无乃至知道一切如来的语言，知道一切这立生的事业，知道佛的实力，知道佛的无所是无所谓，知道佛的不共法，知道佛的大慈大悲辩才方便乃至转法轮，一切自治的随正以无乃至知如来随八万四千众生心性差别根性的差别因生的差别，此物乃至随着众生与如来的因生差别说，若说无乃至随众生的心结以如来自清净圆满说，种地说佛的一个觉悟的觉相，说佛住世利益众生住世的德，说佛的觉悟法性的性和相，这叫随他的语言。随他语言，随他的语言就是说诸佛的事情随众生他能解者道的，是随众生缘而说法，说简单是对机说法，这叫随他意语。随他语随众生的缘，有什么缘给他说是什么法。这第九地的菩萨啊，所以成就法师位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凡夫说到诸佛，说性体说性相，以那个善巧的智慧说啊，得记住四种啊，法无奈，法里的所含的道理叫一说一无奈，还有所有的言辞词无奈，要说无尽，就是要说无奈。八地菩萨不动，经过诸佛十方诸佛劝架劝勉他夹死他，他这小动了，一动了进入第九地行菩萨道，就说法思位善说，就善说一切法。说到这儿，金刚藏菩萨又对着谢头月菩萨说，说佛子啊，菩萨住到第九地得到这种的善巧无奈智，你说法的时候法所含的义理，所有的言辞，所有的料说都是微妙的不可思议的，所以得到如来的法妙法藏做大法思位。第九的菩萨能持无量法受无量义，乃能给众生做善巧方便演说观机说法。为什么能有这种的智慧力量呢？一下都是他正得的九地菩萨所得到的。得如来妙法藏做大法师啊，得到什么？得到一陀罗尼法陀罗尼智陀罗尼光照陀罗尼善慧陀罗尼仲裁陀罗尼威德陀罗尼无奈门陀罗尼
无边际陀罗尼，种种亦陀罗尼，如是等百万阿僧祇陀罗尼门，皆得圆满。第九地菩萨能够如是演说的，是因为他得到这些个无奈的智慧。住到第九位的，住到第九位的菩萨，菩萨住到第九地了，得入是善巧无奈字，就说法字，善巧无奈，善巧无奈。这总说的叫悬陀罗尼，悬陀罗尼，悬是不停歇的，旋转不停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持佛的一切法，受持成就。凡是说陀罗尼的，就是总持总一切法，佛所有的一切法，持之不失，再不失掉了。从这个根本的智慧，成就了佛的根本智慧，又能证得的菩萨的方便善巧智慧，得从剃皮的菩萨去修啊，修善巧方便智啊，所以才能入世善巧方便巧能演说，善巧方便演说，就是他受持佛的一切法都得到成就，都得到成就。前头说着得到佛的微妙法藏，做大法师演示佛所有的一些法。大家还记得前头第九回向吗？这是第九地呀，第九地第九菩萨回向，他回向的愿力相信佛，就是第九地所圆说的，是在第九回向所成就了，到了第九地证实了，现在如是演说。但是这个第九地啊，是从第九回向来的。那第九回向又依着菩萨的第九行实行法门，实行法门又依着十住第九住，九住九行九相九地，说到现在住法思位，一切无法。得到这么多陀罗尼，陀罗尼就分种词了，义的义种词、法种词、智种词、光照种词、善慧种词，一直到咱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文。说词的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得到了，第九菩萨正得了，正得入世无边无量的法门，才能够说法无奈，义无奈、词无奈、要说无奈，就是前头所说的所种无奈。说此菩萨初见于佛，头顶礼敬，给予佛所的无量法门，此所得的法门呢，非比文此诸大声闻，乃至二乘人吧，他们是得不到的。为什么呢？此菩萨对于一切法的义理、一切的教法，他有能知众生心的智慧，能够善说有远，所以才义乐说才能无尽。能否降服一切诸魔，有刚强有大势力，善慧善慧地
能降服些磨难，所以他种种的思维，种种思维就是化度众生的种种的善巧方便，教导一些众生，供养诸佛，而能教导众生舍受一贫苦厄难，聚众之财布施给众生。你那个大乘根基的狭劣的心量小的众生，他能劝化转化他，以大威德实现给这些众生，让众生生欢喜，转小向大。有的是辩才无奈，说越说无穷尽的啊，辩才无奈，对义理呀，对的词句呀，演说呀，嗯，那是跟众生的辩论呢，嗯，所以才有的无尽的乐说，嗯嗯，因此呢，就是此菩萨，他这怎么得来的？修正的，到了九地菩萨，他给佛一顶礼，就能把这个佛的得到这个佛的无量法门，就是顶礼。头顶礼敬，头顶礼敬诸佛的时候，得到佛的无量法门。这种的力量不是声闻，不是一般的缘觉，不是一般菩萨所能得得到的。一般的菩萨一些声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所能领受。此菩萨就在顶礼，顶礼佛的一面见就能得到。上头说了那么多陀罗尼，此菩萨得了入世陀罗尼，就入了无奈智慧，坐在法座当中而演说大法，对大千世界的满宗的众生，大千世界里头所有的众生，他心里需要什么，那要什么，九地菩萨、三回地菩萨都能给他们分别差别说法。唯除诸佛的受子菩萨，其余众会唯独光明无能与比。九地菩萨就是不是其他的一切诸菩萨的所能比喻的。此菩萨出于法座，与一心令众大众皆得歇解了，是一因演说法，随类各得解。他只是说一因，所有与会大众都能解了。悔时与种种因生，令诸大众皆得开悟。在演说法的时候，使闻法者能够得到理解、悟解领会菩萨所佛法的含义，这就叫开悟了吧，能够理解菩萨的言语。悔时心欲放大光明演说法吗？这不是常识啊，有些个对机了，放光明，像佛一样的放了光明就是说法。平常佛有时候放光，先放光，放光就是说法。那有那些我见光而能闻到法的，那是大菩萨了，还有其他的机呢，所以佛法会当中先放光，专舍那只大乘机的，放了光了，那些菩萨就领会了，那还有些很多领会不到的，你就再说嘛，说九地菩萨，他能够放大光明。对于那个当机众见着他的光明，就得到他的演说法的法义了。
会师谢月与其身上一毛孔皆言法音，与其身上啊，是一切闻法的身上啊，像闻法的事，在他身上，在他每一个毛孔，就给他说了法了。会师心欲，九地菩萨啊，有时候他的心想，有心欲想，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行无形物，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他演说妙法的道场，就是处所吧。会师心欲发意音，周遍法界悉令皆了。这都是说九地菩萨所成就的啊，他心想要发音度众生啊，在周遍法界有心一欲，有心一动念，他的言音呢就周遍法界悉令皆了。会师心欲一切言音皆作法音，把所说的法都变成法音了。心欲想，心想的所有菩萨所有的法音都在言音，都在说法，不是一时两时，恒住不灭。毁誉心毁时心欲，一切世界消敌宗古皆各种的药声皆言法音。吹咱们词都有吹箫的箫，吹笛子的笛，打钟打鼓，乃至作诗啊作词作赋啊，一切的音药的言声都在说法，皆言妙音。会时心欲一字中，一字啊，一个字，或者一句法句，或者法句有一句话，或者一个偈颂，把这种种的音声，不是发音的，言音不同的，言音差别就是不同的，或者说一句话，就是无量话，继续具足，具足什么呢？法音，都是加个毁时，不一定的意思啊。毁时就不一样，毁者啊，有个时间他这样做，不是经常都是这样做，或有个时间又那样做，或是心里要做诸事想，就是这样子。毁时心欲令。不可说无量世界地水火风四大俱中所有微尘一一尘中皆皆演出不可说法门。菩萨有时候他借着地水火风说法，是四大宗啊，四大宗里的所有含着的微尘，那微尘就无可量了，不可知了，一一尘中都在说法，人法门，一切所念一切随行无不得者。这九地菩萨说法前头是说他的那个一般的，后头这就广了，这一段经文呢完全不可思议，能广开眼。这咱们经常说做微尘里转大法轮呢，地水火风都含着无量微尘，一切成就的依报当中都有很多微尘，菩萨都能在那儿说法，说法自在，就是无时无处无地，不是说菩萨在说法的处所，不一定啊，生法座呀，做法堂啊。
不是这样的，随时一个微尘里头，菩萨都在严大法印。地久菩萨功德有这么大威力，这金刚藏菩萨说赞叹呢，佛子，佛子嘛是对解脱月菩萨说的，说此菩萨不是哪个人啊，哪一位菩萨，说第九地的菩萨，凡是正得第九地善慧地的菩萨，就是此菩萨就是善慧地的菩萨。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那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太多了，不可知数了，显自其前，都到此菩萨前了，一界无量音声而行闻他，一界以无量言音说话音声，行是兴起，行在什么呢？问难，问那个很不好解答的问题，叫问难。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所有的众生无量数了，每个都在这样问难，那问难的道理各个不同了，各个不同，那不是三个两个，有时候我们都解答不了，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到菩萨前都来问他，这只有在虚空中，哪个法堂也容不下，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众生容得下吗？这在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吗？各个所问的问题当然都是很难答的问题了，菩萨就在一念穷，一念一动念的期间，他都明白了，明白你们问的什么，悉能领受，就是所有问难的语言言辞，言辞含的义理吧，菩萨都能领受，说接受你的问了。解释的时候呢，答复的时候呢，哎，一音普为解释，这跟佛如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一个道理啊，一个意义啊。这么多的问难，这么多的问题，菩萨就用很短的时间，一念时间，普音，给他解释了。每一个问者都能他随他心所能喜欢快乐的接受了，各得欢喜，答的都令他满意，而且都正欢欢喜喜的。如是向这位做个基础，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世界，那就无量世界无量众生了，一刹那间，刹那间就是一面又多了，那是一面，一面又很多刹那了，刹那间时延的时间很短。问的菩提，问的问题呢有很多，而且又很难答复的。说所有一个一一的问难，问的很难答复的问题，那个问的各个不同啊。菩萨与一念穷，岂能领受？他问的问题，菩萨在一念之间都领受了。就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问题啊？一音普为解释，
就是一音呢，把他们所有各个问题都能解答了。各随心要，他心里所喜欢的，都答复得很满意吧？他应付得很满意，每个座上都很欢喜，很满意，令他得到欢心。乃至不可说不可思世界，满众众生，菩萨皆能随其心要，随根随觉而为说法，成佛身力，广作佛事，普一切所作依护，作所依护。前道拿三千大千世界为第一，第二种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给他解答了，解答了啊，乃至于不可说世界所有众生，这比三千大千世界就多多了，多多了，所有的问难也又能给解答了，给他解答了，嗯。再进一步说，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世界，这世界就没法算了，说到不可说，不可说，说到不可说，这么多的世界，真的世界其中众生就更多了，满宗众生都有问题，都来问菩萨，皆随其心要啊，他喜欢什么，要遇什么，就给他说什么法，也都解答了，成佛神力。第九地的菩萨，他还是菩萨了，没有成佛，尊重佛，所以他成佛的神力加持。当初他在不动地的时候，不是无量辅助佛劝吗？劝他说法利益众生吗？所以那就是助佛加持他，广作佛事，普一切众生所住依护，给一切众生做所依护的，就是使菩萨是一切众生所依护的，以使菩萨能够得到解脱。这段话成上文的说呀，就是菩萨他成就善说，成就善说，前头说了那么多陀罗尼，就是一一一的受持，就是他所成就的，解无量法，持无量意，所有对一些众生度脱，一些众生使一些众生都得愉快解脱。佛子，此菩萨更精进，成就之名，在此基础上，九地菩萨更精进修行，进一步成佛了，入实地了。假使一毛端处，一个毫毛端上，有不可说不可说，有不可说世界，为尘数诸佛俱众坏。一个毫毛端上，有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为尘数的诸佛俱会说法呢。一众坏，每一个会众，又有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为尘数众生。一切众生有不可说不可说为尘数的性欲，比诸佛随即性欲各于法门，如意毛端处，一切法界处悉也入世，如说所说的法门，菩萨于念中悉能领受，无有妄事。
这个不可思议的诸佛说法，有不可思议的众生闻法，嗯，他的性欲就是他性所耐耗的性情啊，每个人有一个性情啊，每一个有一个耐耗啊，嗯，随他什么耐耗，这只是法说的啊，对法所耐一层的教义，毁耐布施的，毁耐般若智慧的，就差的体性所需求的，那一切诸佛能随着众生愿望，随着众生他的性情他的愿望，就给他说了很多的法门，嗯，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无量诸佛所说的这么多的法，这么多的法，第九地菩萨啊，他能全部一念间都能领受，领受而不施，就容不忘施了。这种事，咱们只能加个不可思议了。嗯，这凡夫没法说清楚的。咱们又说，咱们是一个小地球，南瞻部洲，乃至说个娑婆世界，乃至说个三千大千世界，已经不得了了。这些个不可说为神世界，那该那量啊，量就极大不可说了。还有诸佛的法会，还有众生所有的言因，请法的言因，佛给他们随他们耐耗，给他们说一切法门。而且第九地菩萨他全能承受，受此不忘，佛子菩萨住此第九地，昼夜捐勤，专勤呢，专心昼夜24小时了。专勤什么呢？一念更无余念，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入佛境界，亲近如来，就这么一念，入佛的境界，亲近如来，如入菩萨的深深解脱，常在三昧，恒见诸佛，未生舍离，一劫中见无量佛，见无量多少佛呀？无量百佛，无量千佛，无量百千亿诺多，就说个无量佛都包含了，本来就无量了。恭敬、尊重、诚挚供养，宇宙佛所种种的问难，问难自己还不能解释的，还不能解脱的，那请佛给解答嘛。问难就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嗯，从这问难当中得佛的加持，给他说，他得了说法陀罗尼。那么第九地菩萨就善说了，善说法要，使他的智慧更加明亮明净，说法无奈了。譬如针尖，善巧金丝，用作宝冠，转轮圣王言其手，四天下内一切小王即住沉眠，住庄严寺无欲等等。此九地的菩萨善根呢，已付入世，一切声闻辟支佛及下地菩萨，九地以下的就八地菩萨吧，八地七地以前住地，所有善根无能与等，不能跟九地菩萨相等。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身处光明，二仙界中幽远之处，心能照耀，除其黑暗，
此地菩萨所有的善根一复如是，这是形容菩萨他的善根智慧的，能出光明，照众生心，烦恼黑难皆悉熄灭，令众生的烦恼黑难都熄灭了。说此菩萨这十波罗蜜中力波罗蜜最盛，这十波罗蜜力量愿力啊，力最盛，余波罗蜜非不不修，不其他九波罗蜜不是不修，随力随分，主要是修力波罗蜜。这个力呢，就是利益众生的力量。此名廖说菩萨第九地的三回地，就是广说呀，与无量界已不能尽。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地，多住二千世界主的大梵天王。二千世界的世界主大梵天王啊，善能通理，自在摇椅，能为一切声闻缘觉诸菩萨，包括众生了，声闻缘觉诸大菩萨都能得度嘛？演说波罗蜜力行啊，演说波罗蜜行，随众生心，所有无难，无能曲折，无能是说没有能把九地菩萨问住的，就这个含义。不思难与利恒同事，如切一切住所作业，不离念佛，乃至不离念一切自字，就是念法，念佛念法，佛祖思念，我当与一切众生中为首殿，在众生之中为首，是众生之首，为圣，胜过一切众生。乃至为一切自子一之者，一切众生要求一切自子一之此菩萨，此菩萨发勤精进与念请，得百万亿恶生其上微尘数三昧，乃至实现百万恶生其果度微尘数的菩萨以为眷属，要以菩萨的殊胜愿力自在实现，故以此说。这个随文大家就去想去吧，观想去吧，乃至于千百千亿奴陀劫不能数之。而金刚藏菩萨与从玄起而说颂言，无量自理善观察，最上微妙思难知，普入如来秘密处，理众生入九地。这金刚藏菩萨赞叹第九地的菩萨啊，总持三昧皆自在。华梵坚说，总持就是三昧，三昧就是都得到大自在了。怀大神通入住刹，以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入一切刹度，立自无为不共法。实力，般若的金刚智慧，十四种无畏，不共二乘，不共普通的一般菩萨，愿力悲心入九地，诸于此地持法杖，了散不散即无际。还有很多念不下来了啊。今天就念到这里吧，本来想念完的，我嗓子不行了。